你在做什么？裴敏奎，疯了！你为什么想偷走那个影片？晚上一起吃饭吧。是什么日子？你今天生日吗？比生日更重要的日子。你说什么？你找到证据了吗？我现在马上回去。许华小姐，你今天先跟我约了不是吗？对不起，我晚点再打给你。裴敏奎，是你做的吗？事情都发生了，你骂他有什么用？你出去，滚！中天娱乐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，金家饺子馆。